的妈妈干嘛那么开心，对不对？妈妈都不知道被你骗了几次，好棒啊！但那天其实最开心的是我女儿会翻身了，而且我们刚好有拍到，所以很开心的是那一天，同一天就是又入围，她女儿又翻身，也代表我也要翻身耶、啊，你成功了，你终于被我逮到了，你成功了，玉米，你翻过了。喝完奶在宝宝身上很快乐哦，眼睛好大呢。完蛋了，你要被好多男生打哦。真的不小心就变女儿长官。我女儿有天我要嫁了，会是什么心情？超早在担心。如果这是我女儿，嫁得好不好，亲家怎么样？你会开始去幻想。很奇怪，她才一个月又几天而已。喝完奶在宝宝身上很快乐哦。嗯，眼睛好大呢，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，玉米？完蛋了，你要被好多男生打哦。我以前都很铁齿。我看到毕书尽，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傻，真的变女儿傻瓜。看到那个，对，看到自己，后来自己，就像我也一直跟露露恐吓，我说哎呦，你就知道了，现在都不要讲狠话，没有讲狠话，现在都觉得哎，我觉得就是、因为你到那一刻，你就会心里有很多牵挂，你出了门就想回家。然后呢，三不五时就连线看一下他的那个监视器，对，视讯。我真没想到我会走到这一步，真的不小心就变女儿傻瓜。很奇怪，很奇怪。那、那个东西是一种，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我整理他东西的时候，我真的好累哦，我真的好累。可是只要一看到一个照片，哎，瞬间就不累了。很奇怪哦，这种感觉真的是生过孩子的才知道。我老实讲，我做婚礼歌手，我担心的是我女儿有天都要嫁了，会是什么心情？超早在担心。以前你不会去想这个，可是你现在看所有的婚礼，你都会去脑补说，如果这是我女儿，嫁得好不好，亲家怎么样？你会开始去幻想。很奇怪，她才一个月又几天而已。